放翻淡仔斬啊，係嘛？斬入行，入行啊嘛，大佬。研究没？半隻油雞我。
平地睇跌打，我行啦，我專登走，仲有碗湯嚟喎，唔係話掃街喎，啊聽面嚟喎。街嗰啲福華街嗰啲，你得閒行去睇下，啲辣幾檔啊，大佬！我已經不是你發過有一條飲我蛋羹三毛三毛啊！佢話佢啲鬼佬買賣嗰啲地方啲人遠啊嘛，你唔同話香港咁撚方便。喺度食香燒鴨噶，炸嗰啲啊，係啊，揾啲老鼠嚟殺咧，殺完炸到酥嗰啲，整啲包肉落去啊，揾啲摸摸皮包住嚟食嗰啲啊。想買啲咩食啊？我想買條叉燒。得，陣間揀條俾你。揀條。哎，好多好靚叉燒啊！好多靚叉燒。有夠肥有夠彈。又腍又滑又爽。哈哈哈！賣花賺花香啊！真係喎，我呢啲都係賺燒味香。呢。有啲係咁靚喎，邊個大佬？好嘢啊！出邊斬嘅，一條大叉燒唔斬好，一條大。想買咩先啊，先生？啱食啊，第二次又呢條爽叉嚟噶。啊，呢條又嗰條咩叉？呢條腩叉。爽叉，第一刀呢條。呢條腩叉。呢條梅頭。呢個叉燒王嚟嘅。梅頭啊，最靚呢嚿噶啦。第一刀啊！啊，你總共125啊？得，邊個？打十嗰個半隻雞我。点咗未？我都半只鸡啊！嚟咯，要收佢。睇下仲有几多钱喺度啊！